大家好，我是车哥轩啊，迟到啊，今次真的真迟到啊，死啦！依间港码头搞掂搞，嗱，以我搭巴士的经验咧，32号唔塞车，10分钟会去到港码头。哇，人咧喂，平时喺上面等我嘅喎，哇，喂，迟到啊，出只烟未啊？我哋终于嚟到大阪啦！大阪啲空气啊！哇，你戴住口罩点闻啊？Osaka！啲人望住我哋啊！今日坐咗12个钟，唔系14个钟嘅交通工具。嚟到 check in 嗰阵时咧，原来发觉系一人一间房，因为我惊自己瞓。不过收台啦，哇，收台，我一齐瞓啦。点知男人出去旅行，有位跟自己嘅房。一間唔識珍惜，一晚啦、啊，我同你一晚瞓一晚先啦、啊，一晚我最多瞓 sofa， 一晚咯唔啊，俾幾度就住你，天啊我唔扮唔知我唔出聲，唔出聲我扮唔知啊，快啲啦，哎呀一晚啦、啊，同你瞓一晚，一晚啫嘛，夾咪一晚，夾都咪你，頂佢兩個就一齊瞓咯，你302啊？係啊，一齊瞓啦，不過一晚啦。係啊，我唔想自己一個瞓啦。不過啊，嚟啊，係啊，哇！你自己一個一間房咁爽啫。今次去大阪旅行用咗卡亞雲酒店，好方便咁一次過搜尋，比較曬唔同嘅網站價格，所以大家下次去旅行都可以試下用卡亞呢個 app， 佢唔單止酒店，仲有機票、租車同 package 嘅優惠。哇！經過一晚戰戰兢兢之後。瞓得幾個鐘啦，但我瞓瞓下嘅時候，我發現原來霍哥係走咗啦，喺我瞓著咗嘅時候，所以我都係唔好夠瞓。其實我哋四個今日過嚟入去係做咩嘅咧？我哋今日係有任務做嘅，就係去 USJ。今次我哋系由用 KKT 提供嘅 JR Pass 关西地区铁路周游券，依家佢仲有加埋 USJ 电子门票嘅优惠套餐。如果大家想由关西同 USJ， 就可以上 KKT 嘅官网买呢个套餐啦，而且仲可以拣日期添。是你玩鬼屋的啫，不是你玩鬼屋的，不是玩过山车。Studio Gifts 就攞一个5000 yen 嘅礼券啦。不如咁啊，你将你哋三张5000 yen 俾埋我，好唔好啊？冇人理我。噔噔，我哋终于攞到呢个5000 yen 啦。我哋依家就玩鬼屋先，点解呢？因为日光日白玩鬼屋咧，我就唔惊噶啦。加上琴晚已经惊完啦，唔会再惊啦。废柴，我琴晚惊完啦，琴晚已经练完胆啦，一个人练胆大发，我同你讲。今日有任务咧，就系凑住阿轩，因为呢条友实在太咪啊，系保护我，保护我，保护我，阿保护我。佢系唔系嚟保护我，佢嚟打我啊！哇，听到哈利波特嘅声，我哋嚟到呢度系哈利波特嘅学校。我玩完啦，唔得，好杀我。呢个玩完有两个意思啊，第一系玩完个 game， 第二我玩完啦。啊，其实嚟 USJ 咧唔一定要玩啲咩机动游戏啊嗰啲嘢嘅，我觉得咧人无分年龄，几时几多岁都会有童真嘅。I can't get over you
日最重要最重要的項目鬼屋。聽講咧，我哋依家玩呢關咧係五粒星嘅，即係全部入邊最恐怖噶。啊，等我唔帶科學啦，淨係牽著自己一個入去玩。講真啊，唔得啊！哇，佢太犀利啊！五星入邊，如果佢俾五星嘅話，我可以俾七星。講真的，真係哇，心臟少啲都唔得，佢唔可以俾你平伏啊！即係佢俾你心情平伏唔到啊！佢唔可以俾你有一瞬間嘅平伏啦，成個超大，我哋出嚟嗰陣仲要行翻三層樓梯落嚟啊！行翻三層，你睇下個場有幾大？我哋玩咗大約應該都有八到十分鐘啦，沿路行入去八到十分鐘啦，玩完咯，其實真係好正好正，值得一玩嘅啫。你話我把聲起痰，唔係對你哋起痰啊，係我嗌佢起痰。韦家已经连一沉默唔出声啦，声一粒声都唔出。但我入到去咧，我就做足晒准备，一粒声都可以唔出。你讲完嘢未？唔可以出声，知唔知啊？唔可以嗌嘅。玩完嗰个沉默之船，好头晕啊！点解啊？佢唔俾你出声，大佬，你惊嘅时候你唔出声咧，你要将嗰啲抑压压着嘅头颅，好痛。呢、這個官方係俾四星，可以值五星啦，呢、這個係五星，正。嗰五千英嘅禮品券咧，得啦，喺曬度啦，嗱，五千英嘅收穫就係呢度啦，嚇。拜拜。Thank you. See ya. Bye bye. Bye bye.哇，終於嚟到機場，但係點解咁喘氣呢？因為我啱啱將依袋嘢，我買咗嗰袋嘢漏咗喺嗰架，漏咗喺，因為我將買咗嗰袋嘢咧，成袋漏咗喺電車度。但係咧，依、這個問依、這個都唔緊要，連問題係高鋪都放咗一邊咯。我即刻跑落去，好彩架電車未開。哇，驚到我啊！叻、優秀、超長，成功㗎你，你高鋪都落得低，成袋嘢落得低，咁你嚟做咩啫？